由于早前完结了长达42篇的曼德拉效应讯息，按住主日讯息的流程，我们再度衔接万物定理派答问篇的内容。其中2018年5月13日2012荣耀盼望第431篇，又和牧师解答资料员有关万物定理派的提问。两年前2016年3月14日八年一月的派地当日，神以连一日都不偏差的方式超然带领有和牧师录制万物定理派讯息，揭示大自然的语言、数学、宇宙常数、派以及 phi 等，都隐藏了神的谜题和讯息。然而2018年5月13日当日万物定理派答问篇，又和牧师分析到万物定理派的法则给予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，原来万物是按住派的法则环绕一个看不见的中心点而转动。所以神将派的法则放向地球，为要隐藏一条看不见的轨迹和道路。就如拉线教导我们尽心明白国家与圣殿根基石的距离，都是按住派的原理，在地球表面以弧度量度距离，而不是穿过地心得出直线的距离。神明正国家和历史都是环绕圣殿而转动。同样过往33年，神超然带领锡安教会的塑造都是史无前例。当普世教会和基督徒不愿意跟随辛苦锡安教会而行，不以为锡安教会走了歪路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在不知不觉间早已走歪了，没有紧紧跟随神时代计划的中心而转动，错失每一次神铸造辛苦的转捩点。当普世教会以及基督徒因着自私、贪生怕死、任意妄为，自以为自己行向正路的时候，相反却是远离中心点，远离了神按住万物定理派为铸造辛苦而设计的道路。原来神创设万物定理派的数值，在人类历史定下派地的目的，其实就是一个共同讯息，为了预示永恒辛苦锡安教会的身份 ID， 显明锡安教会连一日都不偏差的事迹，印证八年一月的派地当日。2016年3月14日神超然带领尤和牧师录制万物定理派讯息，成为2012荣耀盼望讯息极之重要解开奥秘的启示。正正2018年5月13日同一日播放的每日灵修节目栽在溪水旁，内容正正同步提到派地的教导。人类历史之所以存在派地，只因为尤和牧师将会在当日分享万物定理派讯息。事实上2018年5月13日这篇栽在溪水旁，其实是在公开首播前的一个多月，即2018年4月3日进行预先录音。当时的主日讯息仍是播放持续达42篇的曼德拉效应讯息。又和牧师根本无法知道一个月后主日讯息将会分享什么内容，更无法预计该段栽在溪水旁的录音分享要轮候至今年5月13日才播放，并且同步印证当日主日讯息关于万物定理派的启示。以下是至到2018年5月13日当日栽在溪水旁的内容。但是那些共同信息不是我们这个礼拜讲了之后才诞生，而是神在历史当中奠定了，有些是几十年前的，有些是几百年前的。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我们讲的信息是毋庸置疑，一定要是这个时刻这样讲，而并且讲这些东西。你明白我讲的什么？就是等于我们之前我们讲的，它是关于派地啊，成啊，人类历史当中有派地都是因为在那天我将会讲派这个信息，而成为锡安的共同信息。但是神就是为了我在派地所讲的信息当中，在历史上诞生了几多派的数值啦，而并且让人历史当中一百年，每一百年只有一日是派年派地的嘛，我就在那天分享了。而我讲的那天呢，哦，这个麦当劳就经营 Apple Pie， 是不是就是 3.14 啦，这样。是不是你想想多疯狂。毋庸置疑，不单我们锡安教会的主日讯息是连一日都不偏差，就连每日灵修节目栽在溪水旁的分享都是神绝对掌控之内，按住指定的日期丝毫不差地同步印证主日讯息的方向和内容。